万能野兽 Upgrade 是一部集合了科幻、恐怖、动作等元素的电影。该片由雷·瑞斯执导，讲述了一个残疾男子融入了一个 AI 芯片，从而变成了一个超级战士的故事。故事发生在未来的世界中，人们对 AI 技术的使用已经普及。然而，主角格雷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自己的妻子，也变成了下半身瘫痪的残疾人。某天，格雷遇见了一位 AI 科学家，后者为他安装了一个名为 STEM 的智能芯片。这个芯片不仅让他重新得到了行动自由，还赋予了他超越常人的力量和技能。由于其强大的战斗能力，格雷逐渐进入了一个黑暗的阴谋之中。他必须利用自己的新能力保护自己和他的朋友，并找到真正的罪犯。万能野兽 Upgrade 的视觉效果非常出色，动作场面惊心动魄，让观众看得非常过瘾。此外，电影也提出了一些关于科技进步和人性的深刻思考，让观众感受到其独特的魅力。总体而言，《万能野兽 Upgrade》是一部刺激且引人入胜的科幻恐怖片，也是一部富有启发性的作品，绝对值得一看。